王健东最近模仿王君馨新歌 MV 拍了条片摆上网，引来很大回响。东东就说其实是想透过自己的二次创作帮 Grace 再宣传下他首新歌。 Grace 看完都说很满意，因为跟君馨本身很 friend 好朋友啦，我觉得他的歌呢，无论他 MV 和他的歌都做得很好，我又很想即是二次创作，可以令多些人，其实希望令多些人更加看到他首歌咯。所以就都不容易的，因为今次特登 book 了个 studio 录音，同埋 book 了个酒店恶搞的。咁啊，君馨睇完出嚟之後，好彩佢都冇責怪我，佢都覺得 OK。花絮最後咧，佢都好開心，我見到。係啊，佢好開心啊，係啊，佢冇嚇親啊。咁嚟緊係咪都會繼續二次創作各方面？我見到你 IG post 都係啊，其實有新 idea 嚟緊。我諗因為有個宣傳片咧，我要關於跳舞嘅喐嘅。咁我而家就我諗我會第一次自己作曲作詞咁樣去做咯。咁誒呢個就唔係二次創作，係一次創作啦。今次